我的故乡是青瓷的发源地，等于是现代青瓷的发祥地。国营的这个青瓷研究所都在这里。 这里其实是这些所有做青瓷的这些大师的摇篮。大概是六七岁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妈妈她就在做陶瓷。但我爷爷是非常了不起的。 当时是自己开厂几个当时爷爷自己窑里边烧出来那个碗啊，我现在一直珍藏在这里。我觉得当时看他这个工艺啊，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工艺。胎也做得很薄，然后画得也很自然，而且那个胎都有点透明的那种感觉。57年成立的龙泉国营的瓷厂。 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，我厂生产形势一片大好，捷报频繁。一直到70年代、80年代，还有90年代初的时候，还是非常兴盛的。到了2000年的时候，几乎是没有了。98年这个老的瓷厂破产了以后。 等于这里是没有什么人烟了，破产了就全部上掉了。我父亲他对这里很有情结，因为他原来当过这个瓷厂的厂长，他觉得这里是生他养他的一个地方，所以他就不愿离开，所以他一直就是觉得对这里非常有情结。从一切等于是废墟了以后，又重新开始，我们在这里。 生长在充满灵气的青瓷小镇里，从小受到父母的耳濡目染，梅红玲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她自己的青瓷创作。经过20多年不断的学习与实践，梅红玲对青瓷创作的各种技艺日趋成熟，逐渐形成了清秀典雅的个人风格。
2008年，当梅宏林第一次看到北京奥运会场馆鸟巢时，便想要制作一个青瓷鸟巢。所有人都在说，这是不可能做出来的。要制作青瓷鸟巢，必须在泥坯干湿程度恰好时，一口气雕完1000多个窗口，并且落刀要准，不能重复镂刻。梅宏林历经1年多的探索，30多次的失败，终于成功烧制出青瓷鸟巢作品。这件异形作品，器形外凸，内陷中空，具有极大的难度，一经亮相便引起了不小的震动，并被收藏于龙泉青瓷博物馆中。梅宏林觉得人的一生都是在不断探索的一个过程，青瓷的创作也是不断探索的一个过程，要想有所突破，便不能原地停留。这个青瓷小镇原来叫上阳镇嘛，是一个小地方。到那个杭州的这个大都市去，其实对我人生，我觉得也是一个探索，一个跨越一样，看你敢不敢跨出去这样子。其实我觉得我待在这个小镇子多少安逸啊，那么你出去肯定会碰到一些困难啊，一些问题啊什么的。杭州毕竟是一个人文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地方，而且这个俗话说这个官窑跟哥窑它是不分家的。杭州那个地方正好是因为是南宋官窑遗址的这个边上，所以我觉得官哥不分，我还想再重新延续一下这个官哥不分的历史。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就觉得这个地方怎么那么幽静，很苍凉，没有人，但是只有一个老头子在这里开门关门，然后满地都是灰尘啊，还有蜘蛛网啊。这个庙的这个将军他当时是岳飞手下的一个大将，几乎是没有打过败仗，它是忠义的一个象征，所以非常令我敬佩。能够给他看个庙或看家，哪怕是只有3-5年，我觉得也很值，所以我就留下来了。刚开始想融入的时候，觉得有点难，毛骨悚然的那种感觉，没有人气，主要是。
半夜两点半到三点左右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每天在这个时候，整个房子啊，整个床啊都在晃。所以我在想，这里的先人是不是不欢迎我？所以让我非常胆怯，所以我每天都要早晨鸟开始叫了，天开始蒙蒙亮了，我才能安心的睡着。然后我在睡在这里的时候，就觉得边上四周都很多眼睛在盯着我，我走到哪里他们都跟着我到哪里，就有这种感觉。本来都是叫比如钟点工啊什么的啊，叫其他人帮忙打扫卫生，后来我就亲力亲为了，就是自己亲自去拿着抹布拿着扫帚亲自扫啊。也有可能这个就是就是这种自己心理上面有一种安慰了。我原来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子虚乌有的东西，后来到这里来了以后，才让我慢慢觉得有些形而上的东西是存在的，但是它主要的这个因素还是自己内心的这种内心在作祟。只要你心强大了以后，什么都没有，或者是什么都可以战胜，什么都可以克服。这个地方跟南宋官窑的遗址也就是三四百米左右，所以我觉得特别有缘。南宋的窑址只有那一处嘛，是吧？我觉得会潜移默化会能够接触那的灵气，或者是我也可以再去研究一些官窑。在杭州待了一段时间，梅红林也结交了不少艺术界的朋友。这一天，他带来了一套刚烧制好的茶具，邀上几个好友，在大慈福寺里一起品茶赏瓷。这样的壶呢，是每把壶都是不一样的。一般的钮呢，都是这种圆形的，或者什么稍微尖一点的这种形，但是我呢就用这个梅花来作为一个茶壶的钮，那么拿起来也好拿，然后感觉这个梅花呢就是在这个宇宙当中一样，因为这个是一个风轻云淡的这种表现手法。青瓷如美玉，茶汤似琥珀，时光仿佛凝在了郁郁茶香之中。世界非遗，而且全世界只有我们龙泉的青瓷是独一无二的，也是一种地域性的一种特色啊，就是1000多年下来了啊。然后就是其他地方是无可比拟的，跟我们这个地方。
青瓷鼎盛是在南宋，到了明代元代还是有大批量生产，但是到了清代基本上是没落了，清代也就是由景德镇这个陶瓷来代替了，尤其是清末明初的时候几乎是没有了，等于是断烧了。因为有外交官向一再向那个周总理要雪拉铜这样的一个东西，所以周总理说这个雪拉铜到底是什么，叫那个专家去查啊，原来雪拉铜就是龙泉青瓷的这个意思，所以它这里边它其实是有个故事啊，很优美的一个故事。当时法国人很喜欢这个龙泉青瓷，但是不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，就觉得非常漂亮。然后当时正好是在上演一部，叫《牧羊女》的一部歌剧，歌剧里边的一个男主人公，他叫Celadon，雪拉铜，然后他穿了一件绿色的衣服，然后就跟这个青瓷好像很相似，然后就把这个男主人公的名字命名。所以雪拉铜在这个国际上它就是龙泉青瓷的代名词，所以可想而知当时的影响力还是挺大的。所以现在世界上各大博物馆都以收藏龙泉青瓷为荣。应该说青瓷的工艺它有72道工序，那么我们龙泉青瓷的泥跟釉呢，它有自己的独特性。弯弯的小河，轻轻的山岗，依偎着小村庄，蓝蓝的天空，阵阵的花香，怎不叫人为你向往？啊，问故乡，问故乡，别来是否无恙？我时常时常的想念。我们龙泉窑呢很特殊，它烧制的过程呢，它的火候非常特殊，它要有几个阶段，先是升温，升到960度左右，叫黄原焰，它会烧出像玉一样的这样的东西。青瓷的这个审美的美学呢，跟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儒的这种道家的这种概念非常相似，就是说1000多年大家还都是觉得这些器型非常漂亮，一直到现在的这个现代人的这种审美还是觉得非常经典的，有的是偏黄的，有的是偏绿的，有的是偏天上的这个蓝的颜色，天青叫啊，有豆青，有天青，有梅子青啊，有粉青，还有米黄，它的釉色是非常的丰富多彩，经过特别特殊的这种火焰烧成像玉一样的青瓷，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火的艺术。在浙江大学一个偶然的机会碰到一个老师要组织艺术家去南极，世界需要了解中国，中国需要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文化，我们要用中国的文化去讲述中国的故事，要在南极发出我们的声音。我觉得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一定要去，我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，因为这个毕竟是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的。对，我感觉南极是一个最最纯净的地方，最最干净的地方，所以我想把我们最纯净的青瓷带到最干净的地方去。
东方的观世音菩萨就像西方的圣母玛利亚，是慈悲和智慧的象征。中国人固执地相信菩萨具有平等无私的广大悲愿，在遇到任何的困难与苦痛时，只要至诚称念观世音菩萨，就会得到菩萨的救护。为了能在去南极之前烧制出自己心目中的南海观音，梅红玲在工作室里夜以继日地进行着创作。南海观音的创作最难的是开面相，哪怕只是眼角一个小角度的误差，就无法将代替慈善化身的观音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。整个雕塑形式姿态的比例及衣纹的处理也全都需要经过精心设计，才能使观音身姿飘逸，翩然若仙。经过了一天一夜的烧制，刚刚出炉的作品却脱了釉，在出发之前只剩下最后一次的烧制时间。梅红玲也不知道能不能将自己亲手制作的观音带上南极。观音还没做出来，所以我这两天还在试烧，不知道能不能就近两三天能不能烧成功。经过两万多公里的漫长飞行，艺术家们穿越了整个地球，到达此次南极之行的必经之地阿根廷。在那里，他们受邀前往阿根廷国家文化部，并受到了阿根廷文化部部长萨拉女士的接见。遍布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大小小的几十家博物馆和美术馆，每年都会举行艺术展览。中国的艺术家们受到了博物馆馆长的热情欢迎。看到这些来自东方精美的陶瓷作品，馆长非常惊喜，将这些陶瓷艺术品进行了永久收藏。离开了布宜诺斯艾利斯，艺术家们到达了地球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亚，登上驶往南极的前进号破冰船。而此时他们离南极半岛还有整整523海里。面对未知的旅程，每个人都感到异常的兴奋。然而接下来等待他们的
是什么呢？德雷克海峡，这片被称为死亡海峡的西风带，埋葬过无数探险家的南极梦。如果把两座华山和一座横山叠放到海峡中去，连山头都不会露出海面。这里以狂涛巨浪闻名于世，风暴是德雷克海峡的主宰，即便是万吨巨轮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也被震颠得像一片树叶。经过一夜的航行之后，艺术家很幸运地没有遭遇风暴的袭击。然而对德雷克海峡来讲，仅仅是温柔的问候也使得每个人开始晕船呕吐。我昨天其实我只睡了两三个小时。在德雷克海峡之上，吃饭这件在陆地上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也变得困难起来。经历过三天三夜的颠簸，清空了平日里负荷满载的味蕾，终于揭开了南极大陆神秘的面纱。登上南极，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。然后还带着我亲手做的观音。在整只船上有更多的客人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。我们希望在我们这次南极的行程当中，不光是看到壮美的风景，看到野生动物，更多的是互相之间的一种交流，能够感受对方的文化。下面呢，我们就为大家展示一件和南极极其相关，但是呢，它又有着极强的中国特色的一件作品。这尊佛像在中国就像Maria 一样出名。小梅老师她是来自于龙泉青瓷的传人。这儿的一尊观音的佛像是用龙泉青瓷的方式来制作的，特别提示大家是要注意它的这一抹绿色。And especially the green color, very unique. 它非常非常的特别，就像是 jade, 像翡翠一样。龙泉青瓷它是中国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文化的符号。嗯，它是陶瓷之母，它的历史。就像我们青瓷一样，经过1300度的高温以后，它什么杂质都没有了，非常纯净。我觉得做人也应该是这样子。回来以后，其实很想做冰山。因为在南极看到的最多的就是冰嘛，而且它那个冰是几十万年留下来的冰，让我很崇敬。我觉得青瓷是很适合来，或是陶瓷很适合来体现这样的一个冰的感觉。我很想马上就要烧几件作品出来，
结果后来有一次偶然的原因没有办法去做。那天去朋友家看宝剑，我的右手一拿起剑鞘，这个剑它就剑头就溜下来了，手一伸过去，然后发现这个地上全是血了。哎呀，我说这下完了，这下完了。结果一到手术室里边，断了一根神经，四根筋。我当时也在想，是不是以后就不能做了吗？我已经就是切身的，就是体会了这种皮肉之苦，或是筋骨之苦。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人生一个很好的体验。整个陶瓷史它可以说是几千年了，所以我们人是非常渺小的，非常非常短暂的。这也让我更加坚定的以后要珍惜这个手，希望以后能够恢复到原来的这种创作。以后我的作品，真正的我认为的作品，必须是全部用手工去做的，必须要用我的手来，用我的手指来做出来的作品，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加留存到后世。